台湾为主轴哦，哎，希望呢可以用主题式的方式来展现呢我们的经济成果以及未来发展哦。是的，说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看到的现场的相当的精彩哦。那当然呢，我们这个经济建设啊，可以有这么棒的成果，我们在座呢每一位长官还有很多位嘉宾都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哦。我们大家都是台湾经济的大功臣，对不对？我们大家非常敬爱的 Super Models 为各位带来今天不一样的台湾精品。我们到底有多少精品是因为国际贸易的关系在德国红点啦，在欧洲大放异彩啦？为什么红海这么赚钱？为什么华素 Sanopec 大家都要？我们即将在三